因为这一季的回忆之旅难度可以说是这么久以来最简单的，所以小上呢就不准备出攻略了。不过我打算提提关于困难关卡用哪些植物更好通关。一、双胞向日葵，每一季都是必备的，这一季呢也是如此。更大的作用呢，就是在某一关需要完成叉叉阳光任务时候，派它触马即可。其实的话，也无太大的优点突出。二、三叶草，本季的回忆之旅完成任务的必备。不过这里很搞笑的，本来咱们中规中矩的吹飞，一个个的淘金僵尸吹。咦，怎么钻出来一个，直接让我们完成任务呢？这是啥僵尸？结果一看是遗迹猎人，一吹就完成任务了，这也太那啥了吧。三、猫尾草，不多说了，每一季里都是核心植物的存在，基础的输出，不过在本季中作用更是大了许多。首先是该植物能够水面种植，那咱们就不用莲叶亦或是鸭子了。另外呢，僵尸会在水里投毒，咱们给猫尾草带上医药箱，那么这四关主题真的没有一点难度挑战了。四、仙人掌，仙人掌本季的出场少很多，因为需要十秒干僵尸的关卡，很多的僵尸机猫尾草就能完成。这一季的仙人掌主要完成的任务是放大招干精英工程车，快速刷魔法迷雾，不让僵尸都带上防护罩。除此之外，可能也就是精英电磁盾的关卡，顺便能能量豆输出一下。五、爆裂葡萄，这家伙的用处还是有的，砸锅卖铁三剑客，盛名之下并非毫无用处。小撒就在想，哪天单独聊聊砸锅卖铁兄弟吧。本季的爆裂葡萄主要作用是啥呢？用于快速干掉精英电磁盾，不然啥植物都能给你推飞了。葡萄在这里真的好用，几次下来血量喷厚的精英电磁盾一样被干得服服帖帖的。以上五株植物是小撒推荐的回忆之旅通关必备，各位同学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踊跃提出，咱们在评论区互相交流。感谢大家伙的观看，下期视频再见咯，拜拜。